迎收看今晚的综艺盛典，我是主持人顾斌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张磊。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。那今晚又有五位综艺明星来挑战我们的五位综艺牛人，当中有老牛仔，也有全新的牛仔。对，那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。来，五位稍事休息，待会儿我们的综艺牛人就即将登台亮相，来休息一下。好的，那今晚的综艺盛典就正式的拉开序幕了，来，掌声请出今晚的第一位综艺牛人，还是我们的口号，牛人在哪里？牛人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这位。第一位牛人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国网山东威海鲁山市供电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，我是这个大家公认的是长臂大哥。哦，大家公认的叫长臂大哥。咱们卖个关子，先不展示咱这个技艺，咱让今天的五位嘉宾来猜一猜，好不好？等您该出手时，咱再出手，好吗？好，那今天该我挑选第一位上牛的嘉宾了。没错，你看谁比较懂文学一点？这有点呐，我选一个口才好的。我看可以。这五位当中，我觉得当仁不让的应该是何云伟啊。来，各位，掌声欢迎何云伟上牛。哎，再送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一位牛仔何云伟，掌声欢迎他。谢谢诸位。啊，何云伟，你是第一个上牛的哈，但是你不是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以往的感受怎么样？骑牛的感觉。骑这个上面啊，确实是不稳的。嗯。但是要是答对了题呢，就免了这一关了。就免了这一关了。对，我希望今天我的题能答对。希望你们队可以旗开得胜，好不好？哎，何云伟，请看这位林先生他的牛人情报站。好。刚才说了哈，他的强项是长笔书法，所以第一项呢就是跟他的笔有关系。他的毛笔长达9.7米。情报二，他曾经创作了长达117米的巨幅书法长卷。情报三，哦，为了练习臂力，每天用手臂转动重达40斤的太极球。三条情报，何云伟，一分钟时间提问，开始。啊，这个你的毛笔有多长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画过多长的巨幅啊？画过多长的巨幅？写过多长的巨幅？写过多长的巨幅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拒不配合哈。啊，行了，那我知道了。林先生，您说说您使用的最短的毛笔，当然不能说我们正常的啊，最短的长笔有多长？7.18米的。最短的长笔是7.18米。哦，那您的体重是多少啊？体重是，这个有关系吗？请问不是，那个笔它抡不开呀、啊，要不然75公斤。75公斤。75公斤。哦。时间到。你问题的这个频率有点慢，你是胸有成竹了吗？我这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确定啊？白雪江涛，你们有补充的吗？我有点含糊，你们。我说老乡，呵，林老乡，我也是山东人呢，但是我是青岛。他是虞山，我也是青岛。你是虞山。虞山。啊，徐广那个很美的地方。是面对老乡的说法哈、那个啊。我就想问你，这个球啊，这个太极球啊，40斤，每天你怎么练呢？这球。啊，手中拿着球。不管你怎么问。你那个球是玻璃球还是铁球啊？是，我的球是这个皮球。扣个眼儿撞在水泥里。皮球啊、哦，皮球里面装出水泥。反正我就觉得你这个练这个40斤的玻璃球不大对劲儿。不是，啊、你说球球不大对劲，不是，你说是假的。他说他不应该练这么重的球。就是啊。他认为写这个长笔书法不需要很强的腕力。啊，很累的，长笔书法累的，非常非常的累。你看你的两位女队友。哎、啊，我相信他是真的。是吧？是真的哈。哎，还有再问一问哈，这个长笔书法的那个笔是拿什么材质做成的？竹子。是苏钢的。苏钢的。啊、苏钢的。鱼竿厂特做的。钢笔、哦。是拿鱼竿改的毛笔。
对不对？塑钢，塑钢做的。哎，我们想一想，这个鱼竿最长可能会有多少米？一般会有多少米？一般海钓过的人应该会有感受。海钓过的深的吗？对，有好几多长？也到十米也不得了了吧？金勇，金勇说什么？他钓鱼。张磊，来。好吧，那我们看来刚才一分钟的问题没能帮助何云伟多少，因为没办法，说什么人家也不许，那怎么办嘞？你只能自己判断。毕竟啊是牛人嘛，是吧？这个没有这个金刚钻也不揽这瓷器活，没错。既然能来到咱们这舞台上，肯定得有两把刷子。嗯，我相信他是真的。另外我姐姐呢也说了，是真的。是真的，嗯，你妹妹也说是真的啊，可是都说是真的。何云伟，你来过，你来过很多次了，有的时候编导会把一些情报编得很像真实的。但是没有，我们这里有条经验，就是说数字越确切的情报，其实越是真的。所以何云伟，我跟你一样，我感觉我也觉得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也觉得是真的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是真的。何云伟，现在你必须给我一个最后的判断，真的。谁说假的？可能是假的。哎呀，我姐又说是假的了。何云伟，其实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规范的，但是大伙儿都说是假的，我能给你一次更改的机会。有可能是假的。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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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的。嘿，您这锅墙头草究竟往哪边倒？何云伟，你确定？你答对了。错了。What？哎哎哎，抓住了，抓住了。哎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哎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抓住了，抓住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这三条情报每一条都是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的，你们害了我了。虽然何云伟你答错，但是我们要请你还有几位嘉宾来上台学习一下这个长笔书法。 对，因为都说了百闻不如一见，那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笔呢？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。先请您来示范一下，然后我们请嘉宾来学习学习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怎么写。先看林先生写第一个字儿，好，我们写一个字儿试一试。这还真有点、这个。然后请嘉宾来试一试。金鸡乱点头的意思啊。来吧，掌握这个。所以它这么长，经过一个弧度要控制那个笔尖是很难的。咱看看他们写一什么字。哦，他用的是之万里。啊，一只手。哎，他是单手的。哦。双手可能还简单一点，我理解。其实也是一个静心的过程。好，谢谢林先生啊。好，我们这样，我们腾飞的腾是吗？腾飞的腾，你来感受一下好不好？江涛，啊，你来试一试，试一试。您不用腾飞，您给我写一个飞就行。我写个大大的人字也可以。我现在才了解了为什么腾林老师他，我们这个老相他要练臂力啊，练臂力。究竟用哪个力？林老师啊。是夹到哪个地方？站点背，笔夹在哪个部位？一个啊，夹在哪个部位？对、啊，我有俩手吧啊，好好俩手吧。啊，您要想腿都可以用上，我跟你夹在这个胳膊肘、哎。我看我能不能站上麦啊？麦少，我能站上麦就行。字儿没写一个，浪费墨汁三两，你这。来吧，我关键是能不能对上呀？飞字儿啊，腾飞。我写个简体的飞吧，行啊，简体飞。要不我给你拿眼镜，你给这二位嘉宾留个地儿啊，还有俩字呢啊。不错，开始了哈，点着了，有点意思。有有有有有有，来来。好，一个七字完成了已经，哇，一个 Z 字又完成了，好啊，原来你书法家，差两点，简体。哎。游戏，游戏，游戏，嘿，走，走啊，好，真不赖啊，真不赖，云伟，你来试一试，你先来，麦少，我写一个什么呢？中，怎么这么大？我写一个人吧，飞人，腾飞人，我没看清，不是你捅哪儿去了这是？不是。我看不见深浅，关键
上哪儿去？好嘞，亲友亲友，来勇哥，这样这样，我想我写一个更那个更感慨的，好，我写一个惊叹号行吗？好，好主意吗？表达您摇滚的态度。惊叹号，我给你们点赞，好，走，好，好，这句号，哎呦呦，这骨头。要不给您续一张纸，要不咱那碳那点儿都上去。啊，你说牛哈、啊？哎，我觉得这个那点儿那碳号改成牛有希望。谁这个牛先写树那一画的？不是，而且这树还是。咱那相声都是由复杂的变简单了。没错，秦大哥这由简单变难。咱慢慢着吧，小耳面后着吧。他觉得牛有戏。好，走，你收笔。好。好。你看往这儿看是牛人飞腾，来掌声送给他们、哎、这幅作品我觉得要送给现场的观众，谁要举手示意我们、哎、这幅作品有四位明星的长笔书法，我们要送给一位掌声最热烈的观众，最有热情的观众，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啊，来、哎、去送吧，你们自己决定，在在中间，谁要谁要谁？哪边？咱们送哪边？我他妈算了，我算了。得嘞，裱起来可以辟邪哈，好吧？各位书法家，现在我们的林先生真的要开始创作一幅真正的长笔书法作品。林先生，你要写的是什么字？宗义盛典。宗义盛典四个字，好，好看似简单，但是创作起来非常之难。来。开始，张磊，我们看他的这个造型好像是每次都固定好的哈。对，所以而且我们发现其实一幅正式的这个书法作品啊、嗯、它的下第一笔是非常重要的、嗯、决定了整幅作品的好坏，而且我觉得长笔书法它这个字的风格也特别的有特点，有点像马徐悲鸿的那种，他那个奔马那个风格，特别那个宗字那个绞丝旁那个地方哈、嗯、像一个马头上像马的那个马腿的关节、嗯、这个哦，一个宗字，掌声有吗？好好好，越来越佩服了，意意来了，哎呦，人家还是反写的，反写的还是哇哇，这么细腻的地方，是是是是是，你看哇，哎呦，太细，这也是气度。嗯。好。来，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恭喜他完成一幅长笔书法作品。谢谢林先生，谢谢。嗯。太棒了。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他这几个大字啊，算他写的字里面比较大的。啊。刚才我们在情报站里有一条。好像说的是林先生曾经创作过一部作品，117米长的长卷，对不 对, 对，里面有二十九首毛主席的诗词，所以今天我们来见识一下这117米的长卷怎么样？好好，很难得，来一起来看一下，好嘛你，哇呀，这个恐怕今天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展开是有些困难的，哎呀，是我们大致看一看，完全比较林先生就展在这儿吧，作品完成它需要多长时间？美国风光，半年的时间，需要半年的时间，你是每天都写一点都写一点？业余时间的，业余时间写，职工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写的，现在我们展开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卷轴，嗯，林先生还说呢，他的这个卷轴117米长的卷轴也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没错啊，那林先生呢是通过我们的综艺牛人的这个网站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邮箱报名的。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也是一位综艺牛人的话，我们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综艺盛典。牛人来了，也许下一个站在我们的舞台上的人就是你。好的，再次用我们的掌声为林先生点个赞。好。下面呢，我们请我们的嘉宾何韵伟来演唱一首，哎，说明他心情的歌曲，那就是《今儿高兴》，掌声欢迎他。咱俩挺近，这眼神高兴，大年三十讲的是辞旧迎新。
团队饭，七天八晚围成一火锅，不吃吃啥喝啥打成脑筋。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，千家万户想的是一个声音。电视里歌星小星憋足了劲儿啊，喝个汤说啥唱啥到底开心。咱们老百姓呀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老百姓呀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呀，今儿个要高兴，咱们那个老百姓呀，嘿，今儿个要高兴。要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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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，要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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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，高兴高兴，今儿晚上这也真高兴。谢谢何云伟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今儿高兴。那下面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二位综艺牛人，我们的口号是牛人在哪里，牛人来了。哇哇，恐怕这一位牛人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穿着最特别的一位。对，你怎么会穿着睡衣上来？你是刚睡醒吗？请问没有没有，肯定是跟他的表演有关的。是是是，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崔宁芝，来自江苏盐城市杂技团。哦，江苏盐城市杂技团，所以你的节目是表演睡美人杂技，要穿成这样？没有了，这样吧，顾斌，还是我小小的透露一点，好，以帮助我们的嘉宾呢进行下面的这个牛人情报站的判断，好吗？好，判断。那我们林芝呢将要表演的项目啊和水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呢一会儿呢他将会身着泳装来进行表演啊。那但是呢就是这个项目究竟是什么样的，我是需要我们的嘉宾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来进行情报站的判断的。这下我明白了，怕他在表演前着凉了，所以要穿一个啊外套上。我只能说这个表演是相当的精彩，导演非常的贴心。对，我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下一位的我们的达人，也是一位运动达人哈。嗯，每天在那儿健身跑步。哎，他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，看到了吗？我掌声有请，掌声欢迎战斗小妞。嗯，好，战涛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这位女士她可是一位杂技高手。嗯，而且表演的是创意型杂技。她的表演，你对杂技也感兴趣吗？啊，当然感兴趣了。为什么？我从小就在杂技团里泡着，顶碗呢，倒立啊，这是从小童子功，对吧？那看来这一轮哈，她是稳操胜券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因为崔灵芝擅长的不仅仅是杂技，如果仅仅是杂技就不会来这里了，她还从事着和杂技不同的工种。在这里我就不能说了。跟杂技，他杂技演员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他的表演很震撼。对。从空中到水下，从水下到空中。好了，张涛，说那么久，请看林芝的牛人情报站。三条情报：情报一，他曾经是一名花样游泳运动员；情报二，林芝可以在水中不间断憋气两分钟，也就是120秒。情报三，他每年表演300多次网钓水秀节目。三条情报，张涛1分钟时间提问。好，开始。第一个问题，小林，咱们中国唯一的一个花样游泳冠军是谁？请回答。唯一的一个是谁？知道吗？我可以说不知道吗？必须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必须知道是吧？你下一个问题，如何让自己沉到水底下？我们训练的时候有辅助的，然后沉到水底，把你摁下去。你每年表演300多次网钓水秀节目，那你训练还有时间吗？倒计时了。五。有。四。回答有。对不起江涛，对不起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都结束了。江涛，你要给出，怎么这么安静？给出你的答案。你看，你可以询问你的队友。二十多是假的。你觉得是假的？假的。而且表现得很轻松。对。那么后面的四位队友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假的。假的。异口同声，假的。假的。何云伟是真的。假的。假的。现场的观众朋友呢？秦勇，秦勇，假的。为什么你斩钉截铁说是假的？告诉我。他如果要是花样游泳运动员的话，他一定知道这个为中国
争光的这个女选手的名字，嗯，但是他说不知道，应该是两个。其实我要说一下，哦、我说一下、哦，你可能第一次来节目，对，有的时候他知道，为了会迷惑我们的嘉宾，他也会说不知道。这种情况很少，其实。你听到了吗？刚才他在回答的时候，他是有犹豫的，回答还是很，他想要说出来。可能在那一瞬间，他突然想到编导让他说，他想说但是说不出来。你听到了吗？他刚才回答的时候有一长段的间断的沉默时间，那也是假。你不要忘记了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在他的这个人生道路上到现在，他从事过不同的工种，不是说一直都是花样游泳。现场观众你们觉得呢？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假的。我跟你们站在一起，假的。好吧。那我就请江涛，那就是真的。江涛，现在你必须给我们一个最后的选择。我为了骑牛，我放松一下。假的。假的。喂，多爷们儿哈！真的。斩定。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江涛，你答。江涛，现在你必须给我们一个最后的选择。我为了骑牛，我放松一下。假的，假的，喂，多爷们儿哈，真的，斩定，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江涛，你答对了。啥意思啊？哦、答对了。答对了，江涛，你一直说是假的是吧？对啊。答对了，那你觉得哪一条是假的呢？我就觉得他没答上这个世界冠军来是假的。嗯，蒋雯雯、蒋婷婷，对不对？这个情报站里面非常可怕，有两条情报是假的，你猜猜是哪两条？第一条、第三条。对。第一条确实是假的，他从来没有成为一名花样游泳运动员。同时，第二条情报也是假的，他不能在水中憋气超过两分钟时间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崔灵芝为我们带来的网钓水秀。有请他。很震撼吧？挺震撼的，太好看了。接下来我们请江涛给我们带来一首歌，好吗？为祖国唱一首歌吧。好。好啊、平安中国，掌声欢迎他。
师傅，他点燃温暖万家灯火，多少风雨，多少好坎坷，都融化在这身边的快乐。妈妈说，平安是歌，它唱出满天星光闪烁。颗颗祝愿，点点期盼，都照亮了每个人的心窝。好的，谢谢江涛的精彩演唱。下面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三位综艺牛人，他是来自于腾讯卫视的选拔。来，还是我们的口号，牛人在哪里？牛人来了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薛海峰。哎，薛海峰，对，特长是什么？水晶球。水晶球。这样吧，先请薛海峰来一小段的表演，好不好？一小段吗？简单的一小段。哇！天哪！你的球在手上吗？不要老照顾女孩子，照顾一下男主持人，来看看。好，很一般，很一般。哎，把球交给他，让他来一个。来，你给我，我就往地上一砸。来，再来，来啊！哇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哈，亮相到此结束。这一轮我们的明星嘉宾队派谁上场？哪一位？哪一位？白雪。白雪，来，有请。哦，见到白雪公主穿着黑皇后的衣服骑在了牛上，我也是老牛人了，但是没有骑过。哎，老牛仔哈，不是老牛人，就每次都顺利过关。老牛仔每次都能顺利过关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希望这份好运今天还能陪伴你，好不好？是，今天是白雪公主对阵我们的水晶小主哈。嗯，不知道是谁可以赢，谁可以输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薛海峰的牛人情报站。好的，情报一啊，薛海峰曾经摔碎过100多只水晶球，可见他练习很刻苦。情报二，他玩水晶球的视频创造了8小时35万的网络点击量。情报三，凡是圆的水果蔬菜他都可以赚。三条情报，白雪公主开始提问，开始。你曾经摔过100多只水晶球，那你手上这个水晶球是水晶的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树脂的。树脂的。练的时候是水晶的。就摔得太心疼了，舍不得了。那个换一个摔不碎的。练的时候开始是玻璃的。就叫水晶球，其实材质可能是树脂的，是这么断。如果要买那个，那凡是圆的水果蔬菜，什么样？像西红柿。比方说，对。鸡蛋。都是圆的，鸡蛋比较那个不太好控制，但是西红柿那有谁麦片你能赚吗？只要有，啊，只要有。我觉得这个问题，文姬给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有问题了。好，
你现在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对，不再问了。抓紧最后时间问出来还是啥呢？不问了，我不问了。白雪公主，门已经关闭了，你只有四个小矮人在帮你，好吗？小矮人们觉得呢？应当是真的。啊？应当是真的。但是有一个是假的，这个就是假的，凡是圆的呀、都能断的。西瓜，西瓜，对、表演肯定是真的，表演肯定是真的。你们说真的假的？假的吧？你们太快了，我也觉得有点，每个人都想看白雪公主掉下牛来，是不是？啊，白雪，我感觉像是真的。白雪，你要注意，它其实有一个第二个情报，是一个很虚的数字，六年前的视频，8小时35万。没有微博。2011那个时候有可能。08年。我数学不好，35万还有还是会有可能的。没有微博，35万，你觉得？有可能。四位对吧？四位的队友。08年几月份？忘了。哎，这最关键。如果要是奥运会那几天，没人看你的。高。这个想法哎很奇特。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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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白雪上台的时候被嘉宾蒙蔽了一下哈，嘉宾也是非常真挚的告诉你说是真的，但是结果却是假的。你在跟我说白雪吃一堑长一智啊！好了，现在白雪你必须给我们一个最后的判断。假的。大部分观众支持是假的，那我信观众的。给出你的最后答案。假的，观众说假的，假的。好，白雪，你答错了。3条情报呢，全部都是真的。首先，他在练习的当时呢，确实打碎过100只水晶球。那这个后来点击量呢，8小时35万。那个是真的是我第一段视频。嗯。然后那个有的朋友说你玩水晶球吗？我是。然后你给我发个视频行吗？我行。发完视频第二天一看完，他告诉你那个上首页了，你看一眼。然后等下午的时候，一看已经30多万了。所以呢，给了薛海峰莫大的鼓舞。他把这个视线呢，不仅仅捐用于水晶球上了，他开始关注身边所有圆的东西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条情报。没错，所有这个圆的蔬菜啊、水果，它都可以赚。那刚才白雪也一直很疑惑啊，这个能赚，那个不能赚，咱们眼见为实，好不好？来，上道具。刚才第三条情报吹得很玄乎，说只要是圆的蔬菜水果，你都能转动，对不对？嗯、现在我们真的买来了圆的蔬菜水果，我们请嘉宾一起来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，白雪，因为刚才你骑了牛了，你可以先挑一样，让薛海峰来转。啊，那我要挑南瓜。那不挑了。要带舞蹈动作哈，薛海峰哈。的确挑了一个比较有难度的。哦、好了。还有自己的表演。哇，厉害！哇，厉害！哇哇哇，太厉害了！哇，好的。何静，你试一试，你试一试，你试一试。离他最近，你可以试一下。这个手势会阻碍他的表演。他很聪明，选择了自己的上帝。圆的东西不太好转哈。苹果。来，请由你来学一学转苹果。哎，还可以，哎，你这俩薛海峰，你可以拿一个苹果。肯定太难了，这个。咦？呀！哎！哎，转起来！你来。你来，你来，你站上来。这其实很简单嘛。来。来面对镜头。哎呀，你看，哇，太牛了，越来越顺手了。每天在菜市场就在那转卖蔬菜哈。好的，我们会发现呢，接下来我们的嘉宾会对各类蔬菜，特别是球形的蔬菜开始感兴趣。没错。其实刚才呢，薛海峰给我们展示的只是一个前奏，一个小影子，一小部分。接下来他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表演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在化妆间呢，白雪就一直对薛海峰的水晶球表演很感兴趣啊，希望已经满足了你的好奇心。那接下来是不是也应该满足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听觉呢？带来一首歌好吗？来，一起欣赏白雪为我们带来的这曲《春光美》。谢谢白雪的精彩演唱，用掌声欢迎今晚的第四位综艺牛人，还是我们的口号，牛人在哪里？牛人来了。哇哦，没有想到哈，倍儿感压力，是一位酷的出奇的帅哥，你们同意的请鼓掌。我觉得今天的舞台终于来了一位敢跟顾斌所媲美的帅哥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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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很帅。来说一下自我介绍。各位观众以及两位主持人以及五位老师好，我是来自福建福州的一个画师，我叫小刚。哦，你是一位画师。对。那你的画跟别人相比不同之处在哪里？也就是说牛在哪个地方？因为一般人作画，像我们前面有位老师，他是用笔写字，但是呢，我的作画工具跟他们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沙画师。沙画师。对，所以呢，我的作画工具有沙子，以及一些蛋壳，或者是现在最先进的就是光线。光线作画。你可以用光线来作画。对，没错。那这样吧，今天在我们的嘉宾竞猜牛人情报站的时候，先给我们小秀一段，好不好 ？OK OK。光影画，好吗？对，好。好嘞。来，小刚现在所以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光影作画，它是一个可以吸收光线的一个幕布。哇。你真是一个魔法师。你能告诉我你画的是谁吗？大家可以猜一猜哦。顾斌。我的发型是这样的吗？这是我未来的太太，对不对？长发，这是
呀，玫瑰花，玫瑰花，觉得赞的请鼓掌。哦，没有了，但是开灯之后就消失了。嗯，对，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。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光影画，我也是，因为之前我们看过沙画，没错，但光影在上面作画还是第一次。我相信呢，我们现场的很多嘉宾应该也是头一回看到。喂，那就好办了。接下来下面该上我们上牛的是哪一位？秦勇，他们俩，我来啊，你来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秦勇上牛。来，再次用掌声欢迎秦勇。希望你今天能成功的做一名摇滚骑士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好的。说到这个秦勇的气质哈，我觉得你应该是最具备的。当您在黑豹作为主唱这么的洒脱，对不对？今天作为牛仔依然是很帅气，同意的，掌声鼓励给秦勇。秦勇，所以要加油。你这叫忽悠我吧？在牛身上再疯狂一把。再洒脱，我也没骑过牛啊。OK， 那好吧，好。来看我们四号达人小刚，看看他的牛人情报站都有哪些情报。来看大屏幕，小刚同样有三条情报。情报一，他曾经是一名沙画师，这条很好猜。情报二，他曾经用2年的时间研发了光影画的道具，所以刚才的那些道具是你自己研制的。嗯。情报三，他的光影画曾经见证了百对新人的婚礼。三条情报，请勇开始提问，一分钟。好，第一条我信是真的。第二条，你这个是等于你自己有专利是吗？还没有申请，因为呢这个专利是在一个日本的一个老师身上的。那为什么叫你用2年的时间研发了呢？因为当时我在学这个的时候，国内还是没有人从事的，所以呢我只能从一些国外的一些视频上来学习。那个百对新人那是集体婚礼吗？不是，两年能有那么多？不是，一对一对的。哎呦，就大家都听说你这个话很牛，每一年有那么多人进行他们的婚礼，有那么多人结婚了。我可以准确无误的回答你有。好，我相信他。三、二、一。我怀疑是吧？怀疑什么呀？你怀疑什么呀？你看啊，一般新人怎么会关上灯之后去让他画？在很多婚礼现场，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光影画，也会全场拉暗灯光。对啊，然后比如说播放视频，都是需要拉暗灯光的。但是他留不下呀，一开灯光留不下来呀，很喜庆，一开光花没了啊。你是觉得这个啊，对，就觉得这个寓意并不是很好，你觉得是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过程很浪漫，很浪漫，很能烘托、啊、很多。如果是我结婚的话，婚礼我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找他。对，我也会，我很希望是真的，所以我认为没问题，是真的。现实总是跟美好的希望成反比。秦勇，给我们你的最后答案。真的，真的，秦勇，我就准备牛仔、啊，准备掉下去了、啊。摇滚歌手最有魅力的一点，就是很酷、很自我、很相信自己的感觉。但在这个台上，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。秦勇，你答。秦勇，给我们你的最后答案。真的，真的，秦勇，我就准备牛仔、啊，准备掉下去了、啊。摇滚歌手最有魅力的一点，就是很酷、很自我、很相信自己的感觉。但在这个台上，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。秦勇，你答错了。那怎么他要折腾我？一位好牛仔，我觉得你是故意的，故意答错的，因为我发现你在牛身上很享受啊。我刚才说的什么答案来着？现在颠忘了。你说的全部都是真的。第二条是错的吧？
对，第二条就错了。小刚，第二条错在哪里？这个道具我并没有花了两年的时间，大概十个月左右就研究出来了。所以研究是有研究，但时间没有那么长。对。好吗？第三条也对的吗？好，第三条是对的。第三条也是对的。嗯。好，掌声有请秦勇上台，有请。秦勇，我想首先呢，我要很抱歉，其实我对摇滚乐呢研究的不是很深，但即便是我很少接触摇滚乐的人呢，我也知道黑豹乐队。而且秦勇呢，在1994年到2005年，可以说担任了将近十年黑豹乐队的主唱。这十年呢，黑豹乐队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，推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。但是就在2005年最鼎盛的时期，秦勇突然就选择退出了。那个时候大家有很多的猜测，有的猜是队友之间出现了矛盾，互相有争吵，有意见分歧，也有的说呢秦勇要打算自己开乐队了。但是直到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才知道真实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孩子大珍珠。对，大珍珠，你一听这名字一定是自己的父母将他视若珠宝，掌上明珠。但是就在大珍珠3、4岁的时候，他得了一种病，好像很少见，叫现在其实特别普遍。嗯，但那个时候好像很少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出来人根本就不懂得这些知识。嗯，然后就是一味的就是去继续的工作，马不停蹄的去演出，所以就不当回事儿。嗯，结果终于有一天觉得是要正视这个问题了，嗯，于是带他去了北京的儿童医院，嗯，那个儿研所，儿研所，对，说那先测一下智商吧，那所以他根本就不听指令，他最关键的就是不听指令，什么事儿，你让他做什么他不做什么，所以他那个智商测试的那个结果就是很不理想，非常不理想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老专家就说，他现在差不多4岁，那么这个到10岁基本上这个人发育的就定型了，所以要在这之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给他配合训练。03年那年他的父亲突然在现场拍摄录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对，在我们北京的演唱会，那一年他必须要想一想，我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去追求自己的摇滚精神，还是我像一个男人一样站起来承担这个责任，做一名真正的父亲。所以他选择停下了，爸爸不在了，我要做名爸爸，做一名好爸爸，再不治的话来不及了，已经是8岁了，所以之后一直陪着孩子，对不 对？那可以说这十几年当中你对他的陪伴，我相信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你做的最多的事情对他是什么？就是不断的重复一件事情，不断的重复一件事情。对，比方说那天我一个朋友一块吃饭聊到就自行车这个事儿，嗯，我说我教我儿子骑自行车教了1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真的假的呀？嗯，我儿子半天，哇，当时我特别沮丧。哦，我才有对比，因为这些事儿原来都没怎么聊过。就是医生跟他说，说如果说小孩在10岁那一年可以骑自行车的话，证明他有希望。为了这个希望，秦勇每天每一周4、5次吧，4、5天吧，都陪着孩子骑自行车，在后面把着他，经历了失望、痛苦，甚至到绝望，但是有一天他真的会了，他又看到了希望。这就是生活。没错。那在这10年当中，孩子也给了你很多快乐，当然有的时候也许些许的让你小小失望一下。你有崩溃的时候吗？这么不断的为他重复一件事情。我记得有一次教了他3个小时，他就像咱们说那叫什么狗熊掰棒子，嗯，刚这儿学会了，那边叭撂爪又忘，然后刚刚反复，3个小时大热天浑身是汗，我就当时就有点气急败坏了。做了什么？真是我举起拳头，我想砸他。嗯，然后这个时候这一拳下去了吗？
这个时候他望着我，他说父王，咱俩不是说好了是哥们儿吗？一句特别天真的问话。哇，当时哦，我才又等于是一步一步的给我不断的，他在教我，他在给我上课。嗯，啊，做爸爸应该是这样的，嗯，什么事儿都不能急。没错，如果谁急了，就说明谁无能了，是没有能力了。很多人问秦勇说，你希望把他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秦勇说，考北大清华可能希望不大，但是我希望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快乐的人，这就是我作为父亲的标准。现在呢，大珍珠呢成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快乐，在秦勇以及家人的帮助下呢，可以说他已经开始有了自己一方非常正常的生活的平台。我听说最近呢，他不仅学会了游泳，而且呢也有学开车的打算了。我们真的希望呢，大珍珠能够越活得越快乐，越开心，越健康，拥有和我们健康人一样的生活观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祝福这对父子，祝福大珍珠，同时呢也向我们秦勇为大珍珠付出的这份深重的父爱致敬。今天大珍珠呢通过他自己的方式有几句话想对秦勇说，我们来一起听听好吗？嗯，来看大屏幕。嗯，父王在我心中怎么说呢，就是一直很帅的形象，人缘很好，朋友很多，有一点最好的就是煮饺子一个不带破的，这就是父王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。父王，等你老的时候，我会背你给你唱歌，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大珍珠今年17岁了，从 VCR 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眼神依然是那么纯净。都说人要生病了总要找到一剂良药，我想大珍珠找到了这剂良药，就是爱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请小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代表我们节目组，也希望能够代表观众朋友，送给这对深深相互爱着的父子，送给你们。To more than I
谢谢小刚。我们看到了，在刚才的画面中，璀璨的舞台灯光下，孤独的话筒失去了它的主人，但是我们却发现人世间又多了一位长着翅膀的天使父亲，托起了可爱的小天使一路走来。但是我相信从今天开始，小天使长大了，而舞台上的话筒也不再孤独，因为即将找回它的主人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秦勇为我们大家演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《一起长大》。你的世界没有颜色，在你的世界听不到我的歌，可是你有最灿烂的笑容，证明你生命中还有梦。世界太大，他们看不到你，这是只能靠你自己，一步一步留下足迹，就有可能踏出一片天地。既然我们有缘相遇，我就不会把你放弃，你是我生命的积蓄，你会受到很多委屈，也会遇到背叛的爱情，这就是生活，它并不容易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一起长大。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哈。之前那个沙画的时候，其实那首 You Raise Me Up 就像是大珍珠就像爸爸说话一样，你鼓舞了我。这首歌更像是秦勇在回应儿子的这番表述，说我们要一起长大。再次把掌声送给秦勇。好了，让我们把情绪啊从刚才的温情脉脉当中调整一下，因为接下来呢马上要期待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牛人要登场了。来，还是我们的口号，牛人在哪里？牛人来了。主持人好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这位。我叫廖朝文，来自四川。我今天为大家表演的是平衡。平衡术。先来点小展示好不好？来。好好。你要顶哪头？是大的这一头？哦，顶这一头。用鼻梁，鼻梁骨，你能顶多长时间？一两年吧。一两年时间。那我要说不停，你可以一直顶下去是吗？我吹牛的。还真信哈。好，可以收一下。这样，我让现场我们的嘉宾来尝试一下，好不好？何云伟、张涛二位。好。顾斌尝试了一下，你鼻梁太高了。哎，您先来一个示范。对，这没鼻梁还真不行。拿窄的一端。还真是。哎，把它放在中心点顶起来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期待江涛的表演。我以为是这样，这样就好顶。那不行，这样好顶啊。换一头。先感受一下。好，先感受一下，对，好。找一下那个。一看啊，就在杂技团泡过。好。是他刚才还吹牛了呢，是是，从小在杂技团长大，泡过，走，好，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好，这个致敬追病，来，请何云伟来试一试，怎么样？他致敬追病，谁比较有潜质？当然是我呀，了了，因为顶这个都得是这座头的，重心得低，哎，底盘有。我看着好像希望不是很大，您就分开手吧。
啊，可以。三二一。哇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行，我还走两秒。两秒在台上要是顶这根杆的话，就太说不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太简单了。因为接下来呢，有一项这个平衡术啊，是需要我们这个情报站就剩何静了，是需要你来猜的。所以呢，我心疼你，我先让他来个演示，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好不好？好。来下一个叫高杯打蛋。各位，点击呼吸。好，他表演完，如果他要不破，我还得检验一下。嗯，好，你能完成？你就是把这根木棍，哎，哦，好，巧劲儿，已经顶上了。好，打蛋，打。好。哎，我能看看这个简而明，可以打吗？看看就行了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可以。来，掌声给他哈。是真的。是真的生鸡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请何静，你来上牛，来看一看廖先生他的牛人情报站。各位，掌声欢迎何静上牛。好，何静，刚才你有两位队友已经近距离的观察了廖超文的高杯打蛋，相信呢他们的细致观察会帮助到你，好吗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廖超文的牛人情报站。来，何静，听好了哈，每个句子都要是咬文嚼字哈，去深深探究一下。情报一，用鼻子顶木棍儿，它的最长时间可以顶两个小时。情报二，为了练习高杯打蛋，他曾经打碎过500多只鸡蛋。情报三，哟，外号很厉害，人称是托塔天王。三条情报，何静，1分钟时间开始。你帅哥，你用鼻子顶木棍，一般都能顶两个小时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应该可以吧。还有15秒钟，何静。犹豫了。还有后两条，你不需要求证吗？后两条我觉得特别简单，一定是真的。500多只鸡蛋，我觉得是很轻易的就。没错没错没错。用过了，对吧？托塔天王你怎么求证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叫托塔天王？托塔天王嘛，一个是他个子小小的哈，然后托起那么多杯子，然后他那个笔托感觉托起来的东西很稳当。你是说因为塔太重了，所以他现在的个子才会这么小吗？对呀，可是那何云伟呢？不是，我是走路磨的啊，走路磨的，对吧？我跟云伟啊，在台上，咱俩试过啊，站他旁边，他第二个杯子他就没继续做。对，一个是他想这个做一个玄机啊，一个呢是他顶不住了，他不自信啊。我觉得他顶两个小时够呛。你说我该不该相信你呢？应该相信我吧？你是真的是吧？你觉得呢？我相信你，你说吧，你说真的我就相信你真的。没打。两位女嘉宾采用的都是糖衣炮弹法，结果我没有打中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最觉得怀疑的是哪条？我觉得第一条，第一条就这个它能顶两个小时。嗯。那要顶两个小时，会不会就把头靠在一个地方顶呢？那不行的，那不算。嗯。你真的可以顶两个小时？还是将就着，将就顶吧，120。将就顶吧，将就顶吧，将就，假的，假的，好的，现在何静，你告诉我，最后告诉我，真的假的呀？我觉得像真的，我觉得像真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像真的，真的吧？我觉得也是真的。最后一轮，导演一般都会设计一个完美的句号。他不可能告诉你何静，现在你给我你最后的答案。何静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吧，那就真的，真的，不改了，不改了，三，不改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何静，你答，好的，现在何静，你告诉我，最后告诉我，真的假的呀？我觉得像真的，我觉得像真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像真的，真的吧？我觉得也是真的。最后一轮，导演一般都会设计一个完美的句号。他不可能告诉你，何静。现在你给我你最后的答案。何静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吧，那就真的。
真的。嗯。不改了。不改了。三，不改了。真的。真的，何进，你答对了。对了。美美的做了一顿，看来最后有的时候相信你的队友也是正确的。来，现在就要在台上来见证一下廖朝文师傅他的绝技，高杯打蛋哈。当然这一次打的不是一个鸡蛋，是几个鸡蛋？嗯，四个吧。四个鸡蛋。这是你迄今为止最多的吗？数字，数量。嗯，最多的四个。嗯，来，四个，有请。廖朝文师傅史上举起的最高数量的鸡蛋，四个鸡蛋。高杯打蛋，他能成功吗？哎，我觉得刚才一个鸡蛋掉进去还算可以理解，四个同时掉进去，有一点不可想象。我要站那儿去，刚才是朝我这儿打。他完全不受我们影响。好，不，需要我的帮助吗？给他吗？哪头啊你啊？第四、啊。那我想知道，刚才第三条情报站的情报说，你有外号叫托塔天王，就是因为这个而得名吗？不是不是，是用那个舌头转动十六个足球。哦，转动十六个足球。现场你们要看吗？你带来了吗？嗯，带来了。你们相信吗？十六个？不相信啊？那咱们看一看好不好？好，现在球已经平静下来，顶在了他的额头上。顶在他的鼻子上，我觉得应该是同样的位置。这碗饭不容易吃哦。哇，哦，用牙齿。还用舌头，不是牙齿，舌头吗？用舌头，而且可能会转动这个。哦，用舌头顶起它。啊，不会吧？哇，舌头转动。请给静静看一看，用舌头正在转动这个支撑物。在用舌头转动。转动下面的酒瓶。天哪！让我们掌声送给廖朝文，托塔天王。我想你怎么这么能说呢？我要每天练唇舌力度哈，掌声给他。好，下面让我们借用掌声欢迎何进演唱一首好听的歌曲《马拉伊萨》，来，掌声欢迎他。有请。心像草原一样干。吃着欲望的马，多像花海在脚下，转眼间欲盖天涯。看见我的眼睛吗？能把那雪山融化。首悠扬的歌，唱着温暖出发。马拉伊萨，马拉伊萨，跟我回家，坚持着。马拉伊萨，马拉伊萨，跟我回家。好的，那今晚的所有牛人已经登台亮相结束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他们重新返回舞台，来评选出本场的金牛奖到底属于谁，来，掌声欢迎他们。有请我们的五位牛人登场。好的，现在我们五位牛人已经
登场了，评判权呢交给今天我们的五位嘉宾，在你们的手中呢有五个号码，你认为谁是我们今天的牛人，就高高举起他的号码。我再来介绍一下，一号是我们的长笔书法牛人林友然先生，二位是我们的网秀表演崔灵芝，第三位是我们的水晶牛人薛海峰，第四位是我们的光影画牛人小刚，最后一位是我们的托塔天王廖朝文。来，五位明星嘉宾告诉我们谁本场表现更加出色一些，可以获得我们至高无上的金牛奖，哪一位？三二一，请亮牌。三号、四号、一号、三号、何静三号、彭云伟四号、江涛一号、白雪三号、江涛、秦勇四号，你必须在三号和四号之间做出判断。啊，三号和四号之间，因为现在是二比二。哦，对，我出局了。现在的决定权交给你，三还是四？江涛是水晶球高手，还是我们这一位光影画牛人？四号，恭喜小刚获得我们的金牛奖，恭喜他，恭喜！请呈上我们的金牛奖杯。多谢小刚，再接再厉哈！希望你把美丽的光影之画散播到更多的地方，把美好留给更多的人。好的，感谢收看今晚的综艺盛典，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。再见。再见。你是我的小